吃过了，吃过。那他最喜欢里头的哪个部分？我觉得应该是我做的话，他应该都蛮喜欢的，都很喜欢嘞。对，他喜欢吃比较沙类似沙拉的东西。哦，那刚好这道料理就非常适合，它又清爽又没有任何的负担。刚才我们也提到，现在两位都是日本跟台湾两边住嘛。那通常在台湾生活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手牵手去逛逛传统市场？因为时间比较少，但是妈妈都会陪她去逛传统市场。哦，各位听到喽。所以呢，知道要去哪里追偶像了吧？到台南的传统市场去逛一逛，也许你就会碰到喽。像加入高雄的。凤梨，其实在做的那个就是影片中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偷吃那个东西。对。刚才那段 B B R 的影片，那个胡元奈小姐有看过吗？有看过。所以里头我们用中日文都有呈现，她看得懂。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OK 的。哦，非常好。她很厉害的。我们两夫妻的中日文都非常的。